我们到贵州来啦！贵州多少？臭街，我们都在贵州。带带我去买东西。某个人说是来站街的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在贵州，我们一群姐妹到贵州来找衣服。以前的话，我经常在家里面哦，很少跟姐妹们出来，然后大家都说我要多出来走走，多跟秋子秋大他们出来逛逛，多见见世面吧，要不然天天闷在家里面什么都不懂。你看我这一段时间就他们去哪里我就跟着到哪里。这次我们六个姐妹一起过来的，看这群小姐。哎，好像失踪了两个。这边是一个老街，蛮多的建筑物是比较古老的。好复古啊，真的像一个古镇。反正我又准备吊牌，妈呢？我们是来找侗服的，因为贵州广西我们是三省交界，也都是少数民族，我们的服装都差不多。哇，真的，他们这边可能款式，这个店款式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到这边来看看。我还收藏了。我觉得这个衣服好看。做点侗服吧，你们做不做？做点贵州的侗服啊。各有各的特色，各有各的特色。弄两买两碗那两块得吗？你再买来贝都兜，贝都兜，贝都兜啊，各有各的。但是我建议你去买这种，你说那种就不用贝都兜，不用肚兜，但是你穿肚兜也可以，只是看到一点点。就说这种会更加这个，但是我舒服。但是这个是落肩的，不能说我做这种肩的。我想要这个款式，但是有没有别的颜色？有没有别的颜色，老板？可以做，可以定做。这个好像还有，这里面就换了。还有那个，这个真的好看，选手。哦，这个真的好看。我看一下那个裙子嘛，秋子穿这个真的很好看，很显瘦。裙子这个都可以穿吗？我是打算献亲的时候就穿这个了。这个，我们湖南的献亲来贵州买衣，大同小异。我们那边的师傅太忙了，对，真的做不过来。你看那个，那个真的好。买下，我把这个拿下，拿下，我也要带一套，慢慢的，我就说这个，你我拿去弄两我两春色哦，你弄两个美的，我两个也得买，也就是俩各种风格都好，买一套嘛，买拿下。哇，真的好看、啊！以后像吊唁的，就拜。好看，你们快来看，快来看，三嫂，好漂亮啊！这一套，好好看哦，好适合你穿。又买到了，你这个也好看，这个什么东西？这个肚兜啊，是围兜啊，叫什么？围兜是围兜，围裙啊、哦，好看。哎呀，这里的东西都好好看嘞。这个多少钱一块？表妹，你没选到吗？没有选到。你瘦很好选的，瘦也不好选，撑不起来。可以，那你穿这个也好看。你们每个人穿都小了，都大了，只有我穿小了，看到没有？对，我们都定做吧。哦，那个是小了。不是，我们要做团服啊，这个要定八件。这个就是传说中贵州酸汤。我陪你们，你看。来贵州一定要吃的这个酸汤。有人带我们过来吃的，就是怕吃到不正宗了，所以我们去买衣服呢，店老板带我们过来的。对，藏在一个巷子里面，已经很香，很正宗的。对。啊，那玉盒最好吃。妈妈的来了。这个上一盘。相信娜姐。玉盒哎。这叫我们再点一盘玉盒吧。对。老板有玉盒吗？给我们上一盘玉盒可以吗？就这个。来。哇，肉啊！这个肉来了。你帮我们多加一盘这个啊。谢谢，就是单独的玉盒吧，其他不要吧，就单独玉盒，真的都是肉啊。来贵州必须要吃的这个酸汤烫几下，要烫几下，多煮点鸡翅不到哎，哎呀都饿了，应该烫一下就可以吃了，不要放太久，因为牛肉它会老。那你快吃吧，八秒，一秒啊，难道至少要七秒嘛？已经五秒了，他们要这样子放上去，一二三四，对，我数一下啊。我吃了，一，啊，真的，啊，还我，好尴尬，那你说真的，五，六，那汤都没开。
白了，看到没有？肉变色就可以吃了，可以吃了，可以七下可以吃了，七上八下是吧？哦，七上，七上，七上。哎呦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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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翻桌了吧？我错了啊，翻桌了吧？我跟你说，人家七上八下的前提是水开了。那个泡子，你这个还没冒泡，笑死我了！哎，里面有薄荷，正宗。这个蘸料的辣椒好吃。嗯，没有，这酸辣好正宗哦。我是第一次来吃的。我也是啊，我们都是第一次呀。我们也是第一次，虽然说来过礼品很多次。我们在外面吃没有这么正宗，说实话我来礼品也是第一次。可以吃了，我现在夹回刚刚那一片。你早就被吃了。你来那些发酵，所以没得什么给你豆腐香吗？发酵吗？那酸水吧。非常好吃。不行，我要夹一把。我也来。刚刚我好拔的那个。太好吃了。大姐。肉先夹了。肉先夹了，等一下再夹。好吃，它这个酸正宗哦。我要多吃两碗饭。谢谢你，快点啦！这个是快递的。那你在哪里买的？还是买的快递呀、啊？我要两箱。两箱。两箱。两箱什么？快递呀、啊？你看我得一张什么？邀请函，到时候我们可以去参加县庆的那个。我们去买了你好看的衣服，衣服没有买到，还在订，因为我身材太好了，没有买到合适的，都他的码子做的都会比较大嘛，所以没有穿不了，所以我就买了两件，这样子一个裙子，一条裙子，然后一个这样的围兜，啊，衣服还有两件。还没有拿完，还在定做。大家，没有关注香草的朋友，点点关注啊，点点关注。然后，帮香草点点赞，赞姐们点点赞赞啊，戳一下赞赞。就我也要做点数据，就是这个平台没办法，其实要大家的赞赞，要大家的关注呢，我也不能去银行换钱，但是呢就必须要，再帮我点点赞赞啊，点点赞赞，就是随便戳吧啊，就往我屏幕上面随便戳。乱戳眼睛也好，鼻子也好，嘴巴也好，气想戳哪里就戳哪里啊！谢谢大家啊！小心点喽！对，三个月的提醒我不要乱讲话，因为很多功效我是不能讲的，讲不出来。今天我们今天都当羊白劳了。今天是扣了这么多，我都不敢讲，就是因为我啪嚓两次，因为这个茶水大啊。想了解它的功效，你们可以在某度上面搜索一下啊，有很多的，包括它的成分，你们都可以在某度上面搜一下啊。我就只能大致讲一下，像我这种话多的，讲话讲多的，然后像教师啊、老师这一块的哦，可以去多喝，就是翻来覆去数羊数星星的可以喝，还有就是经常应酬的哦，应酬经常喝的、经常抽的，你们可以多喝，特别是男士，去之前来一杯浓的。回来又再来一杯浓的啊，这样子对你好的啊。如果你回来的时候有点那个啥了，你叫你老婆帮你泡一杯也是可以的啊。然后它的口感是入口微，然后喝下去之后呢，就会满嘴生津，嘴巴里面就甘甜甘甜的啊，甘甜甘甜的。如果女性同胞的话，你们可以在里面放两三片生姜啊，男士都就不用了啊。它虽然叫甜茶，但它这个其实它不是真正的茶。它是一个代用茶啊，代用茶来的，它是似茶非茶，但是呢又胜过茶啊。大家如果说之前没有品尝过，可以去尝试一下喝这个茶，尝试喝一个月看一下啊，看有什么变化啊，可以尝试一下。一罐是49块钱啊，一罐是125克，然后两罐的话是半斤，然后还有四罐的话更划得来一些哦，四罐的话是169块钱，有四罐，每两罐有一个手提袋，方便大家去送礼哦。然后里面会有一张教大家怎么冲泡的啊、哦，一个教大家怎么冲泡的一个方法啊、哦，大家按照那个纸张来看哦，那个温馨提示来看，看着冲泡就可以了。
我今天好难呐、啊，本来想着没有多少藤茶了，把它卖完就好了。今天直播，我跟你们讲，我连续开了4次，4次都是因为违规下播的，不是我自己要下播的，违规给我扣分了，我都不知道我哪里就是说错了。我以前也是这样讲解给大家这样讲解的，然后我今天去回放看了一下，原来我之前这样讲解的现在都是违规的，就包括这个野生藤茶的功效啊，一点点都不能讲啊，我只是大致讲了一下都被扣分了，强制性下播，导致我今天哦橱窗里面的所有的商品全部被下架一天。今天是14号，不过明天15号就可以了，15号的2:30以后大家点进我的橱窗去购买，这个所有的商品都可以购买了啊、哦，包括这个藤茶，点击我的橱窗进去下单就可以了。